主打狩猎乐趣的狩猎达人推出了以狩猎恐龙为主题的血战侏罗纪咯。玩家要运用各种枪支武器去猎捕指定的目标，除了地上的恐龙之外，连天上飞的异手龙也是玩家的猎物之一哦。这次有的目标要涉及红圈弱点的位置才能够给予有效的伤害，不然可是会被逃脱或是反过来攻击玩家哦。至于武器，除了熟悉的来福枪、突击步枪之外，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火箭炮，享受一次击杀大量目标的乐趣哦。